大家好，我是小灯。好多朋友呢对我跟诗豪的缘分是怎么开始的比较好奇，今天呢我就带你们见一下我们的也算是媒人吧。我跟诗豪呢要去我二姑家做客了，走吧。走。你紧张不？不紧张，我又不是不认识。真的假的呀？一点都不紧张。搓手啊？不搓手。我去换个衣服。行，要不再给姑姑拿两箱奶吧。啊，这么多，这东西太少了。这还我手上还有提着的呢，没事，也不忍不住啊。哦，我不想那想差一点。从那的时候，哎呀，你看人小孩，这应该还可以吧。你这是为了感谢姑姑吗？是。这次叫姑都是亲姑了。那，Hello， 过来吧，过来吧，姐。姐。都可了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再有，这有提东西呢，赖着为赖着不用提东西啊！真激动啊！咦，那走了怪好嘞！我给俺爸做嘞，他挺好吃的。好呗，真是的，我就说把这狗往那个那找了，叫我把它拴起来，它光飞一条。你看看，我的天哪！你要还呢？出来！出来，出去。来，瘦了又被人家啊，是吧？瘦了，你是不是瘦了？没有，那可能是你不问。来，来，我床上，走走手过来了，哥，这段都好忙，也没时间了。今天正好小奈来了，跟他一块过来。那这啥方便上啥来都行了，天天忙的跟啥呀？哎呀，真也不容易。然后他爸妈一直说请你吃饭来，看你这两天有没那点这都不用客气了，天天都成老邻居了。可乐下去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这时候这个小孩就是从小看着他长大，原本就喜欢他，现在以后说了更进一步了啊，没事了天天过来啊。这送了绞肉机回来了，没来到都给你包饺子。这莫一来转换了一个角色，就是又给你带过来一个人，突然有点不太好意思了。原先是邻居，现在成了一家人呢，是不是？拿给你包饺子。不是、啊、我啥时候高兴还不想高兴了，这会是象征意义上一家人，啥时候成正儿八经的一家人？徐静有计划了，姑到晚年吧，到明年吧，今年有点干了。装你问我你自己想干。最起码这时候就说多一个人照顾，那关心你了，我们也不用藏着点心的。不着急，你不着急，大家着急。我脸都红了。你是惹的吧？是吧？在俺老家，那同龄的小伙伴是不是都结婚了？都这个年龄，家里人啊，结婚都早。记得我上次来嘛，你都是说的这个话题，我，然后这一次来这个话题必须提到日程之上。你看这一次来，我都带过来了，怎么还在说这个话题？很关键，主要的事实。不过一会儿时候，小心啊，不能亏待他。小心，你说我有啥差池了，亏待奶奶呢？你不能小心。放心吧，哥。哎，真的是。别紧。对，姑姑一点话的事儿，嗯，对。只要我欺负他，不是我的。那我都放心了，你欺负他，我都放心了。这妈天了，便宜呢，这一段钱吧。没事儿，咱俩几个来的比较匆忙，下一次正式的过来一趟啊。他好去钓鱼，后边钓鱼去。花了几千了。这钱不能钓鱼。这钱不能。不来叫我们家几个字啊？我觉得你那字都不错呀。忘了你爹没啊？
写这个写有粉儿的吧，碎币。等我进来。走啦，走吧，走吧，嗯，走吧，一会儿唱来啊，难看点。